Hello， 大家好，周末愉快。洛杉矶时间今天是星期天，那么今天两块内容，前面呢先给大家看一下，过一下，就是大太阳底下是怎么样浇水的，什么东西能浇，什么东西不能浇。老观众不要嫌烦啊，新观众大量的涌进来，欢迎新观众订阅。然后呢，第二个内容，手把手浇种绣球。老何的节目，春天是收获美丽的季节。其实你既然来了，订阅一下，点一下小铃铛，看下去，或者呢往回翻，是吧？特别是澳洲的朋友，你们正好是相反的。那么现在千万千万别急着去冬剪。然后前两天我说的压枝、压苗、压苗助长，不要做，你们要冬天好好休眠，啊，不要折腾，是吧？那么我。当时的冬剪啊什么的，园艺篇冬剪搜索一下。那么新观众看一下，浇水，看现在的温度，大的是华氏度，小的是摄氏度，啊，摄氏度是38、39，啊，那么这个温度其实今天的温度没这么高的，天气预报的温度没这么高的，这个温度就是太阳暴晒了，是吧？这个是暴晒一天的温度，啊。那么为什么要以这个温度为准？因为我们的花就是暴晒的嘛，月季就是暴晒的嘛。然后在这样的情况下浇水，很多人说还是会有很多很多的新观众说，中午浇水、大热天浇水对根系是有损伤的。那么我不求马上说服大家，但是我希望通过我的花园，是吧，让大家看到这个是可以的，而且不光是可以的，就是要这么做才能更健康啊！浇水这样冲，红蜘蛛解决了，白粉病解决了啊，然后其他的一些什么蚜虫，是吧，你不说立竿见影，但是冲掉了总是好一点的，它想爬回来也是108000里的长征。盆栽的可以冲，地栽的可以冲，花可以冲，啊，然后哎呀，多肉别弄湿了，多肉不要冲，多肉不要，除了多肉都可以啊。当然，地栽的多肉，那个日中花，或者也叫松叶菊，澳洲叫猪脸花，就那个花，可以的，啊，那这些都可以的，绣球都可以的啊。你看我这么遮阳了，这里还是晒到一点，因为现在是下午，太阳落下去了一点，但是呢其实现在阳光已经稍微落一点了，比正中午的时候，我正中午的时候浇过好几次了出来啊，没有拍，但是没关系，刚才也看到那个温度计了啊。哇，这个真好用，新买的，不带货啊。呵呵，这些多肉不能浇到啊，盆栽的特别是。很多人都看老何的东西工具都很好，很好用，是吧？但是我偏偏不带货。没关系啊，我只买贵的，不选对的。支持美国货。到我视频的小伙子听着啊，我支持美国货啊，你把我这个视频倒回国内啊，用美国货，支持美国货啊，美国的空气是甜的，是香的啊，你倒回去吧，哔哩哔哩不删算你赢。美国的空气就是甜，我鼻炎在美国都好了，我儿子哮喘在美国都好了，是吧？自己做不好还不让人说，大国崛起呢，是吧？你的自信呢？跑题了啊。
稍微差点争执，想要进一步了解的，看我的会员视频啊，志同道合的来，不志同道合的来了也被我拉黑。好，这样子示范过了，接下去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，送绣球，手把手教。为什么？前两天出了一个视频，我说为什么新买的绣球很难养，是吧？具体的内容看待其为什么。但是今天呢，就是手把手教怎么样把它种好。看这两盆绣球啊，就是这种超市货啊。那么上一期就前两期刚刚讲过啊，那个为什么会这样，新买的这种大盆温室绣球为什么很难养，然后为什么干瘪了浇水它也不挺起来啊，具体的详见那一期呢，我把它放到本期的结尾，没看过的想看的可以看。那么这样的绣球买来怎么把它种好啊？如果能地栽，你就找一个阴凉通风的地方地栽，什么都不要买，不要打伞，直接种下就 OK 了。然后浇水，确保跟我刚才讲的啊，中午一定要浇水的。绣球不光中午要浇水，绣球就跟水牛似的，非常需要水的啊。道理那一篇里面也讲过，看我身后的这颗绣球是吧，马上就要绽放了，全部都是花苞啊。那么其实它种成这样的和修剪啊、用肥啊、用水啊都是有千丝万缕的关系的，一下子说不清楚。那么我的播放列表里面是有绣球专场，新观众可以去看，反正老观众都知道了啊。老观众看了我之前的那些视频啊，有改善的，改善的点是哪，比如说修剪啊，比如说浇水啊，或者有些是用肥啊，哎，你可以留言也让新观众看看啊。好，我们开始种。像这样的呢，就是毛细根，所有的毛细根都死了啊。为什么死？干嘛啊，或者泡水嘛，就是两个原因。那么这样死了之后呢，很多人说啊，那要把根洗了剪了，千万不要啊，种任何的花都不要，唯一种的一样要的就是多肉。多肉就是你不管种什么多肉，要想出状态，苗圃的那种墩子土全部扒了打散了啊，不要根也不要剪了，重新发根啊，那个在我的多肉专场里面去看。那么种其他的东西，一贯来的强调我啊，不管是种月季也好，种绣球也好，或者其他什么草花、玛格丽特什么，林林总总，不要打伞。就算不健康了，不要打伞。当然有一种情况啊，有一种情况，比如说这种盆里啊，啪一拖出来，哗一下那些土都散了，自己散了，那个是好事情。那种土散了不要。那么稍微抖一下是吧，你如果觉得抖重一点，那些毛细根会扯断拉断，你可以这样抖是吧，抖完之后哎，那些土不要放下是吧，先放一边备用就行了。为什么会有这样情况，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南家吧，裸根苗已经退市了，特别是月季是吧，那么它在种裸根苗退市了卖不掉，那他会怎么样，他会用肥土种上继续卖。那么他那个没有发根，或者说太肥了发根不出来，根本就是不适应，那么那个土根本就没有长根系，所以你一拖盆哗一下全散了，那个散了好用自己的配土。那自己的配土就是万能配土咯是吧，这一集也讲不完的，以前讲过，我那个万能配土的链接也放在本集的最后的方框里啊。那么我们直接开始种就行。我这个就是之前配好的万能配土啊，火山岩，家里的原土，然后有些枯枝啊什么的，都别当肥料弄进去啊。它在里面发酵啊什么的很不好啊。
然后这种胚土种的呢偏酸的。我这里两颗绣球啊，一颗是白色的，一颗是红色的。白色的绣球不会变色的，红色的绣球呢是根据土的酸碱度会变色的，酸性土应该是蓝色啊。那么我们最终看这个，我们看下去以后啊，我希望它变成蓝色。当然有些人喜欢粉色，可能不想让它变成蓝色，那怎么办？那你不要加火山岩，是吧？你万能配土把火山岩的那部分改成粗河沙，就是小石头，或者说珍珠岩也可以。珍珠岩呢我不喜欢，一向以来就是为什么，就浇水啊它就浮起来，然后我这样哗啦哗啦冲啊，它就会飘的到处都是，所以我也不太喜欢珍珠岩。别看我土干巴巴的啊，没关系的，等一下浇水。干巴巴的还这种缝隙里面啊，抖一抖弄一弄还填得进去一点。反正那个外围毛细根都死光了啊，它要缓回来很慢的，但是春天呢还是一个好季节啊，相对来其他季节春天缓回来的可能恢复的速度还是不错的。哎，刚才抖一抖弄一弄填一填，缝隙里又下去一些啊。又下去一些。好，然后浇水。然后种好之后呢，就把它放在阴凉通风遮阳的地方。不要晒，全天没太阳没关系的。当然你如果有早上一两个小时的，是吧，一两个小时的太阳是挺好的，当然完全没有，那么但是呢有明亮的光线散射光，就像我这样做的遮阳棚，是吧，那么早晚稍微晒到一点啊，没关系的，如果完全就没有晒也没关系的，绣球真没关系的。你不要把它放在一个地下室地下车库就行了，真的是吧，我说不要光不是地下车库，是吧，不要钻牛角尖。然后再强调啊，这样子浇水呢要怎么样才能浇透呢，你看我现在浇到现在停了，是吧，让它渗一会儿，让它渗一会儿，没个两三次浇不透的，因为这个土是完全干的，然后再来。哇，这个东西真好，水的温柔程度都可以调。哎，这个是不是跟我们里面那个一样？对，跟西面那个。然后这种头呢，几年总是要换的，因为它的橡胶圈、密封圈总是要老化的，所以一定要买美国制造会好很多。然后所有的新手不要接底下，不要接啊，如果你是阳台没办法一定要接，如果发现积了水了，过半小时以后你让它彻底积下去漏下去，那么盘子倒一下，不要接着水啊，真的不想倒架空嘛，垫两块砖嘛，是吧，垫个架子嘛，
水归水嘛，盆归盆嘛，接接归接嘛，架空嘛，啊，反正言而总之就是很要水，但是很怕泡水。所有的花，月季啊什么都一样的，茉莉啊、杜鹃啊，更加像这种智利百合啊，那比月季还要怕泡水，是吧？我为什么把它们都架高的，是吧？我为什么我们家铺成石头地，是吧？有些花盆放在石头地上，都是为了流水更顺畅，是吧？那这样的地上我随便摆几个花盆，是吧？流水都非常顺畅，只要有底孔。好，那么在这里结束今天的节目。我可能明天看它开得怎么样啊，进入盛花期了没有，我明天或者后天介绍它。其实我担心明天可能还没进入盛花期，为什么？看看这后面的花苞，太吓人了，密集恐惧症的赶紧逃啊。还有那个花苞呢，是吧？看看这花苞，同样是紫色骄傲，网上那么多人种，都是看我种了以后种的，是吧？然后浇水用肥就是不听，就是不听，颠覆传统，扔掉你原来的形态，真的。所以我小白好带啊，自己觉得还不错的半桶水真的带不动。林肯说没那么多花的。那对于我来说，花多的品种，风花的品种会更多花啊，花少的品种种起来那也是这个状态，是吧？为什么这个品种会花少？它这是切花月季嘛，它就是大花切花嘛，一个头上来基本上一个花嘛，是吧？但是你把它养壮了，养肥了，枝头养多了，那花照样多的吗？我关键是这只是春花而已。其实我厉害的地方是，关键是他们夏天都不差。后面没开花的是龙沙宝石啊，花苞也是密密麻麻的。我们看下去，点个赞，小铃铛点上，订阅了吗？好，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。